好，那依旧视频开头前先抽个奖。这一期，上一期我的狮王我的那个2800对2800那个视频是有40页的回复。那顺便再说一下我的淘宝店 dotaqs 点淘宝点 com，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多多光顾。先肉点，肉出了19，那19页一共有30条留言，然后再肉30。露出了八，那就是19页的第8楼这位，我把 ID 打出来了。第19页第8楼，YFBKSS 这位同学，我的赞助商已经联系你了，注意查收一下就好了。那下面看视频吧。Hello，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情书的第一视角。那么这一局匹配到了 Peace 的五人黑，早上的时候，这局他们有个凤凰，然后我们缺一个核心，我想来想去还是选一个大熊猫，因为大熊猫这个英雄，怎么一开始想选幽鬼之类的后期或者玛雅迪法，但是我觉得都被对面很克，选迪法斯。打不过混沌，选幽鬼太容易被克制了。然后大熊猫这个英雄打和的话，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第一个就是，在团战当中非常不容易被秒掉，而且它的作用也是非常大。那先介绍一下双方阵容，我们这边是蜡比克中单，然后火女游走吧，然后下路是 BH 和 OK 全能骑士，然后我的大熊猫优势路发育。我们看这边墨菲的火女一次游走，帮中路拿了一次 FB 一血。那对面的阵容是屠夫烈丹，然后赌狗和老鹿。还有 CK 在优势路，中路是一个凤凰。这边火女的一次绕后，但是我看到屠夫身上有鞋子，而且有2个大药膏，我就先不去了，让火女跟他消耗一波。那我们先说一下大熊猫这个英雄。大熊猫这个英雄呢，它是被职业战队开发出来的。开发出来用来克制对方的核心和后期的，这里火女又是一次绕后，我踩了一脚，然后上去卡位，因为这个屠夫有鞋子，看应该能杀，然后顶一下塔，看火女有没有第二个 T，踢中了，直接被火女一个 D 带走。中路这边凤凰是单杀了我们的秀秀大魔导师拉比克，我买双鞋子。那大熊猫这个英雄用来克制，一开始职业战队开发出来是用来克制，应该是用来克制迪法斯的，然后效果就是非常非常明显。之后就普及到路人玩家里面了，现在打路人用大熊猫走中单，然后单核心甚至优势路也有。这里又是一次绕后，我再找机会踩他一脚。他开烧想勾躲一下，火女一个 T，然后直接点死。这个屠夫没有选择自杀，而是选择贴大药膏，但是很可惜，没能够救回来。墨菲给我贴了一个大药，看我身上没有补给品了。大熊猫其实我也有做过一期，在我刚做视频的时候，我就做过一期大熊猫和 VS，但是那时候看的人并不是很多，只有4、5万吧。那期大熊猫玩的，打的也是，可圈可点吧。大熊猫我路人当中打的并不少，然后自己以前打 CW 也有打过。这个英雄打路人其实是非常厉害的一个英雄。
I'll give it a shot. Name your poison. You seem a little parched. I'll put it on our fork. 这里我们有三个人，但屠夫好像有所察觉，直接是不吃经验了。他们下路有老路，但是非常快的就把我们的下塔给拿掉了。那我这边自己的话，不到六级之后我是不想动，因为毕竟我打一个核心的位置，如果而且他们面对他们这么豪华阵，有凤凰的阵容，而且有 CK。我决定还是稳扎稳打吧，毕竟我六级之前作用也不是特别大，也就是踩一脚然后不停的 A。 这里火女士准备压制一波塔，刚才看到她用地清兵了。那另外士兵开头呢，有我的清明照的那个图案吧，大概的图案，大家到我店里买东西的话就送清明照，希望大家多多光顾。然后还有Sky 大哥的书也是正式发售了。这是他们一次中路的游走，又是带走了我们的拉比克。我是还有两个兵到六级，这里我听到凤凰变蛋的声音了，应该在中路。那中路这座塔应该也是守不住了。我这里一直看着屠夫的走位，我想直接变大，但是他离我位置非常远。现在我1600块钱，我不准备出其他东西了，因为我们现在处于一个劣势。我这边直接裸跳刀，但是裸跳刀的话，我的魔很可能会不够，除非满魔哦，满魔也不够，跳刀要75。这里我准备绕一次中路，看看能不能带走谁。中路现在正在打起来，一次小规模的团战。是个双倍，但是这里我过去也不能踩，因为一踩的话我就没来放大了，很可能会被别人。这里一个凤凰，我直接变大，看看杀谁。听他这个毒狗凤凰的话，让凤熊猫隐身过去看看能不能看到人。哦，凤熊猫是跑了，给他加了一口血。那这里秀一下操作，好，成功带走。这一波六级之后第一次参与团战就拿到了一个人头，还不错，但是离跳刀还有200块钱。现在我是没有什么状态了，只能回家补一下，而且中上两路的线不是特别好，我准备回家补好了再去。其实熊猫像我现在的话可以考虑出个瓶子，因为魔经常不够，但是他们这个阵容就是找着我们打架的，所以瓶子我就不考虑了，我补一个大魔棒。屠夫我们走了之后，他在上路自己发育补出了一个秘法鞋，然后 CK 的等级比较低，现在才5级，但是装备明显和等级不成正比，现在已经夹腿了。但是他们现在才8分钟不到，他们就拿了2座外塔，经济的话应该会稍微比我们好一点。毒狗我上去看看他用不用 W。 但是他可能看到我有大魔棒，我想去蹭两个魔棒。中了这波线如果全补到的话，这里跳到就不远了。大熊猫的补刀还是非常好补的。
Name your poison. I'll give you a shot. 还差200。I'll give you a shot. Have one on the house.这里我非常着急，因为下路好像刚才如果我有跳到的话我就可以马上赶过去了。好，还差10块钱再补一个，但是下路已经打起来了。不管，还是先补出跳刀钱，家里买跳刀，小鸟加速运过来，然后绕一个后，这里我们的墨菲斯被秒掉了，火女直接买活。不过现在有跳刀过来的话，我的魔法还是不够，我这里只能跳过去踩一脚，然后骗两个技能，然后吃一下魔棒再放大。这里凤凰又是带走了我们的 BH， 看这里有没有可不可以杀，用一个分身过去骗了一下技能。哎，这里有人直接上去踩一脚，但只骗到了一个技能，吃一个魔棒还是不够，还差20格兰。啊，算了，这里只有一个火女，还是不打了。之前因为我看到对面有 CK， 然后哦，这里拉比克开悟过来给我加了一口秘法，那我直接上去，直接放大，然后递这个屠夫，然后上去凤熊猫打凤熊猫隐身吹了凤凰，等这个石头的晕的 CD 好，然后把它净化掉，然后再晕它一下，然后再带走这个凤凰。风熊变大了之后，这个技能用得太快，有点解说不过来。凤凰是直接买活，还好我们队伍里面有两个秘法觉醒人 ，OK 应该也会出秘法，那这样的话我的蓝量就不用担心了。大熊猫这个英雄就是，踩完之后放大，然后放大之后。你就是用鼠标把三个熊猫都圈一下，然后看你要使用哪个技能，用哪个分身，然后就用切臂来切换，或者就是你用鼠标单点也可以，先切到那个带晕技能的土熊猫，晕人留人击杀，然后再切风熊猫隐身，看看你要不要留看看要不要留人啊，或者推对方的一个 carry 关键型的英雄，然后再用火熊猫去，在有视野的情况下，你可以就右键点一个人去跟着他，在没有就是在很可能跟不到的情况下，你可以按 M 键，当然如果你有这个手速的话，你可以按 M 键。那现在他们我们准备跟他们换塔，但他们那个 TP 的应该是毒狗来守塔了。TP 的是凤凰来守塔了，他们三个人屠夫一个勾直接把 BH 勾死了，这个勾非常准。这个看拉比克能不能走掉，拉比克也被留了下来。这里屠夫居然是跟到我们这边了，那我直接跳走。除了跳到之后，觉得还是非常好打的，因为熊猫这个冲脸他们法师比较多，然后还不是现在的装备还不是特别肉，所以熊猫除了跳刀之后就是我们一个优势期吧，打架并不是特别怕，而且凤凰的等级也不高。这里我是快有大招了，虽然他的装备很好，血很多，但是还是有机会可以秒掉的。等拉比克，我直接一个跳，应该不用放大了。他拉比克偷了他一个晕，4秒，漂亮。这波直接活活的 A 死他，拉比克拿到了这个人头，这个人品非常好，直接一个4秒晕。这里我自己没来放大，真的是一个非常尴尬的事情。我知道没来放大，但是没办法，我想尽快的做出跳刀，然后
少买了一些过渡装吧，然后加点的话，我觉得一般的话我是三技能加一点，然后直接加黄点的，也是看看阵容吧。这局的话我觉得还是把三技能给点满比较好。现在我是有大招的，可以尝试着推一下塔，下路一个隐身符。这边老路是中了 BH 的大，然后在那边等时间，等那个大的 CD 没有了，他在动。影之灵龛和秘法鞋屠夫的装备，这里我看他们要杀拉比克，我直接跳财跳大，然后先留谁先吹一下 CK 看看，哦，但是没有人冲，没有人冲的话那就杀 CK。 这里拉比克和丽娜，我这里被毒狗递了一下，那我先吹起凤凰，非常可惜没有能秒掉那个 CK。 那这波的话看一下怎么打，他们在杀我， OK 给我加了一口，给我奶了一口，但是我还是不敢冲，踩了一下踩空了，先把凤凰蛋给点掉。这里的话看一下，他们是死了两个，死了凤凰和屠夫，那我们的话状态不是都很好。这里是谁？直接跳过去踩一下带走这个毒狗，刚才秒 CK 居然是没秒掉，非常CK 确实也非常肉。这里我是又补到了一座塔，哎，这边跳过去又没蓝，然后磕了一口魔棒带走这个老路。现在2000多块，我是在考虑出什么装备比较好，中路我们的人应该会被，应该走不掉。我觉得直接走 A 仗会比较好，因为他们这个阵容的话找我们打架的频率会非常快，如果他们知道我没大的话就可以放心的推塔或者是打肉山都可以。那出 A 仗的话出 A 仗是个非常不错的选择，还能够撑属性，这样的话我就不会老是没蓝了。还是裸 A 仗，先去买个精气之球。那像他们这个阵容我变大之后吹 CK 或者吹凤凰吹老鹿都可以秒毒狗和屠夫，这种好秒的比较好秒的英雄可以先秒掉，然后十级的大应该是可以吹两次的，你要么就是把凤凰不停的吹，要么就是把 CK 不停的吹。这边我提醒一下 DH， 凤凰是带了一个宝石。那这边的话我还是收一下线，这边我看他们中路杀了一个人，我是直接赶了过去，是要么就是继续打，要么就是推中路的二塔。他们的老路应该是挺肥的吧，因为前期好像是他这边屠夫和老路站在这边应该不知道我们有眼，我们队友是开悟了，那我直接绕个后，直接放大踩都不踩。这里我有一个操作上有点失误，不过没关系，这里先吹起来 CK，然后等那个晕的 CD 好了，但是这个 CK 一个分身把我的那个晕给躲了，没关系，我一个跳踩，
疯狂递过来。这里 OK 放了大，但是我已经没有蓝了。但这边打得非常乱哦，这边是，这边他们的 DK 还是被秒掉了。老路，刚才一个操作上的失误，我本来是想晕屠夫吹老路的，但是一下子没能够控制的非常到位，然后就直接杀屠夫了，不然的话应该可以留两个，非常可惜。那这里回家的路上打一下野，然后升一下十一级，然后再打点钱，让我的那个 A 账尽快的做出来。那个视频的结尾我会放上那个Sky 大哥的Sky 大哥作词的一首。这个拉比克估计要挂掉了，一首歌曲《天空》啊，和 Sky 就是一样名字的歌曲。这首歌呢，我自己非常喜欢听，就是非常非常励志的一首歌曲。就是而且唱的非常好听，虽然不是 Sky 唱的啊，不妨大家可以听听看，我是非常推荐的。这儿还差300块就可以做出我的 A 杖，那 A 杖对我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道具啊。熊猫有了 A 杖之后，然后变大那个档次就是一下子就提升了不少。这边我队友说开悟，我还差100块一仗，现在还补一个兵就可以了，还差10块钱。这边凤凰过来消耗了我一下，一仗出来了。那他们现在是不停的带线。下路带完了带上路，这边对面不停地跟我们在玩带线，那我们准备开个雾带带节奏，找一下看看能不能抓人。那另外有个同学跟我提了一个建议，就是说别把质量局当成就是太大的负担，就是套路和单飞大家都想看，然后高端局的话很多个人的操作在这种套路里面很难发挥。他说很多想看我个人操作的玩家可能会审美疲劳，就是多看这种高端局。那我想了一下也是挺有道理的，所以我现在尽量就是单排或者是双排，看看能不能打一些自己操作比较好的局。这里开悟找了一圈是都没有找到他们的人，那我这里担心上路老路会没有回家，直接是看来老路已经是走了，我这里担心他直接拿我们的上路二塔，这样的话我们就非常亏了。那现在我们准备直接推中路，不管上路的兵线了。这波的话他们应该不敢来守，我这里直接一个跳踩到了凤凰，这里凤凰是直接变蛋了，那他这样的话就肯定是挂定了。屠夫一个勾没勾到，这里老路果然是没走，拿掉了我们的上路二塔，
another round? 那看一下我们这里能不能屠夫。我这里直接跳过去打屠狗一个地，然后风熊猫隐身看能不能留人啊。其实他们还是不要守的比较好。哎，这里一个 CK， 看能不能杀。哦，他还是老套路。哦 ，BKB 了这个 CK。那这样的话不太好打，一个没啃，这个火女还是没有死掉。这个 CK 想秒火女，他 BKB 已经没了。那一个踩了老路，现啊、这波的话没看到他有 BKB。而且他又是分身躲了我的地啊，这里我非常想救他，但是无能为力，一个踩没有踩到这个 CK 啊，先 A 一下带走老路啊，这个凤凰，哎，这边一个屠夫直接咬我，凤凰一个地啊， OK 也挂了。那这波打得比较亏，我也很可能挂，是一个魔棒，走一下位，躲一下凤凰的烧，这里屠夫跟上来了，我直接一个跳走，屠夫继续追，啊，我现在是草鞋平民鞋，很可能被他追上，这里要非常注意一下他的位置，啊，我走到这个死角，啊，还好没过到，这个跳的是有点多余了，有点紧张。啊，这波是因为我的冲动把我几个队友给害死了。这波打的还是，哎，还是我的问题，没看到他有 BKB， 应该直接推了塔然后撤，这样的话就更完美了。买一个1400，做冰甲和强袭都可以。老路一个护腕，两个荆棘之球，应该是 A 杖加血晶。全能骑士做了一个勋章，叫我们打肉山。这局我们是四人黑，然后这个 OK 是个人匹配的吧，应该是。看他们看凤凰这个走向，我觉得他不敢，还是不敢过河道。那我们这边直接打入山了，眼也是视野也是做好了。老路的话一直在带线，据我所知，这个对面的英霸岛就是玩了 CK， 他的 CK 分数应该很高，所以他们这局非常不想输。这个盾我就让队友拿了，因为我放完大之后其实也没什么作用了，挂掉也没关系，没必要拿一个盾，而且我跳踩他们也秒不掉我。现在老路觉得我们要推中，所以疯狂的在带着线，我们现在集体上去看能不能抓到，他是已经 TP 了。我们现在可以推上路，因为中下两路的兵线都不错，而且他们只剩下最后一座外塔了，在上路。这个老路节奏还是非常不错的，既刷我们这边的野区，又刷我们这边的兵线，看起来他经济是非常的那个可观。现在又跑到下路刷了，他们 CK 现在的装备有点难杀他，而且吹也不能吹，他 BKB 秒我们这边的法师还是特别好秒的，
这边我们推推二塔，我这边绕一个后，他们想守的话我这边可以直接跳铲。哎，看到一个凤凰，继续这样跳过去，跳到他地的位置。哦，他不地，他这次打得比较那个谨慎了，不像上次那样递过去消耗一下我们。这里我觉得推高地还是不太好推，然后我提议还是收线比较好。熊猫打核心的话其实也不错，而且我们又有个 BH， 这样的话物理输出就不止我一个。现在在他们的野区把他们的野区经济给收掉，然后让全能一个人带线，这样的话他们就不敢这么随意的带线了。老鹿也 BKB 了，老鹿是刷钱刷得非常快。像我们这样的话他们就不敢带线带的那么深，所以我们线也线不会有太大的压力，这样的话就能成功的压制他们，一个是压制他们的兵线，一个是压制他们的经济。他们这里应该没有眼的，如果有眼的话他们就会来打 boss、我们打 boss 他们就会过来抓一抓了。现在队友打了个信号说推下路，下路只剩下高地了，现在上高地的话我觉得不是那么的容易上，因为他们这个阵容给我们造成了非常的不稳定因素，屠夫和凤凰导致我们不能直接冲。这边一个毒狗没有踩，如果有踩的话应该能带走他。这边的 CK 直接 DKB 冲过来了，秒谁？他秒拉比克，拉比克推了一下 OK 放大，这边我踩了一下直接变大，先吹凤凰，凤凰地到半被我吹起来了，那应该可以秒掉，先秒掉凤凰，漂亮。然后看一下打谁，老鹿也 BKB 了，那我先吹屠夫，这里只能秒这个毒狗，因为他们全部都是 BKB。 然后风熊猫继续吹人，继续隐身吹人，我想吹老鹿，但是 CD 到了，屠夫勾了全能骑士，全能秒掉。然后 CK 这个 CK 居然还满血，火女过来一个 T 一个 D 带走这个，老鹿没死，这样的话我们全能和丽娜直接都买活。这波打的应该算是亏了，他们两把 BKB 没记错的话，两把 BKB 非常克我们。第一个就是我不能吹他们，也不能晕他们，这样的话他们输出就能最大化，然后我们又有丽娜又有拉比克，这样的非常强大的 AOE 也对他们起不了作用。刚才我却就怎么说呢，就是力不从心吧，想吹老鹿想吹 CK， 但两把 BKB 我只能先杀酱油，然后他们就追着我们的酱油杀，这样一个互换的话酱油都死光了，我一个熊猫也打不过 CK 和CK 和老鹿，就算杀光了他们的屠夫凤凰和毒狗也打不过他们。这里我们先做一个长袭，买了一个振奋宝石，牺牲说我的数据有点屌，八杀零死十一助攻，全部都是缘分人头，应该算是。现在打打远古野收点钱，最主要的就是我非常想到十六级，那十六级之后我的能力就有大大的提升。
这边我看他们地图上的人非常少，跟队友啊提醒一下队友小心一点，不要被他们抓了，被他们抓了的话他们的推塔速度大家应该懂的，非常快。刚才那个 CK 变身之后，熊猫他 TK 如果16级变成之后，我就更加难吹他了，根本就不知道他哪个是真的。现在我们四个人在中路，然后上路还是跟队友沟通一下，就是等我强袭了再推。而且现在盲目的推高地很可能就会被他们翻盘，因为他们这样收线就是带线，就是跟我们玩带线，这样的话我们就会越来越他们就会越来越强大，我们就会显得怎么说呢，经济等级落后吧，不知不觉中就打不过他们了，还差200强袭。这波并没收到，不然就直接强袭了。那在我视频下方留言的同学们是可以获得福利的，可以获得由我赞助商吉郎梦男装提供的一件夏季时装 T 恤。刚才这个 BH 应该是被勾上去了，然后开了 BKB， 然后屠夫咬住他挂掉了，这样的话我们又得缓一缓了。还有另外在那个腾讯微博或者是新浪微博上留言的也是可以拿到福利的，因为他这个他那个新浪微博或者是腾讯微博留言都会显示到优酷上面去的。这里收一波野的话可以到16级，强袭也是在身上了，他们如果推的话应该是可以守的，我升到16级，然后正好中路一个绕后。他们好像是撤了，看到我们已经复活了。那我还是在这里不动，万一他们一个回头打我们的话，我就可以直接绕后。现在我们的上下应该是三路线都在慢慢的推过去，然后我们开了一个雾，肉山是刷了，那不抓人了，直接打肉山。如果他们没有视野的话应该不敢出来的，因为现在兵线好，他们觉得我们在抓人这样的想法会多一点吧。那这个盾我还是不拿，现在打了肉山之后他们应该来不及推线了，那我们就直接上高地试试看。火女也做出了 BKB， 老路还是在带线 AOE 清兵，然后上去直接拆塔，直接跳过去踩一下 A 一下，这个空血的毒狗是怎么回事？然后这里直接拆塔，他们的凤凰是把鼻子给开掉了，全能给我带套了套子。那我他们开了塔防，先撤一下，屠夫一个勾没勾到，继续 AOE 快速的清兵，然后全能给我套子，然后我一个人去拆塔。这边CK BKB 先撤一下，这边我们的执行力是非常的迅速。
看到 CK 开了 BKB， 直接全部往后撤，不强打，先磨塔，先破塔。这个塔估计，哎，套子呢？这个套子是套慢了，屠夫把我勾过去，直接咬我。毒狗一个大，直接把那个套子给进化掉，我自己踩大，差点挂掉。先杀这个没 BKB 的 CK， 逼住他，然后吹老路，老路 BKB。CK 是挂掉了 ，CK 买活，把老路吹了起来，然后屠夫勾火女，先杀屠夫。边 CK 买活直接是 TP 过来了，那先吹毒狗，然后我快没时间了，应该是运一下 CK， 运一下凤凰。这边要跑路了，我是没血的，吃一个15个魔棒吃掉。这边我是无能为力了，他们这样买活跟我们打，我们还是吃不消。刚才如果 CK 提前给我套子的话，应该就会把他们塔给磨掉。这边我们三个人应该是在这里蹲一个毒狗，跳过去踩一脚 A 一下，这个毒狗比较惨，装备不好，等级又没有。现在大家都调整一下推推线，稍微打点钱。我大招还差一点点，还差二十几秒。这边他们是他们是在蹲人，老路是过来卖的，还差三十秒。他们准备撤了，看能不能留人。大招还差一点点，现在不敢上去，怕被他们秒掉。那还是算了，反正他也没有被他们吹掉。现在我们中路再次集合，这个虎皮加三一直在嘲讽，他说来踩我脸，他说他本身也是一个非常幽默的人，跟他一起玩了有好几年了，应该说跟他认识了有好几年。玩的话以前在一方的时候玩的比较多，现在他们中路外中路高地塔的血量并不多，所以应该可以慢慢的磨掉。老路的话，老路现在回来了，全能给我套着之后，我的跳刀一直在无 CD 的状态，他们全都是魔法伤害，所以我可以随时的跳走。这波上去应该就能够推掉他们的高地塔了。现在他们的位置并不是很好，跳过去直接踩屠夫把 BH 勾了上来，那我直接放大。这边他们全开了 BKB， 一个都不能晕，等他们 BKB 没了先杀老路。好，老路没 BKB 了，先杀老路，然后红心猫隐身想吹 CK， 但是 CK 找不到他人，分身太多了，那就吹凤凰吧，然后再秒这个 CK 晕一下。这边屠夫的走位并不好，被拉比克偷了一个 CK 的晕，给我吹一下毒狗，然后再晕一下，想晕一下凤凰，但是时间到了。这边先踩一脚，老路是买活的，这边配合 Lina 先杀这个毒狗，莫菲的 Lina 三杀，这边毒狗买活也是挂掉了，这边那个老路买活挂掉了，那他们高地应该就能稳稳的破掉了。凤凰他们下路的高地塔刚才是被我们的一波兵线磨掉了一些接血，所以应该能够破两路，看一下他们的复活时间还有很久。这边卖了一下魔，好，两路破掉了，可以撤了。开了一下塔防，他们应该是快复活了，所以开了一下塔防。哎，屠夫把我勾了过去，TP 下来是老路，
完了，这个拉比克挂掉了。I'll give it a shot. Have one on the. 我现在身怀身6000块钱。Oh, gladly. Is trouble brewing? I'll put it on the side. Oh, gladly. 刚才是问了一下队友的意见。6000块钱出什么？我自己想出死灵书，死灵书的话推进有帮助，但是他们 BKB 比较多，而且现在又是后期，死灵书的作用不是那么大了。然后冰甲的话也可以，冰甲的话对这个 CK 的克制，然后对自身的那个护甲的提升也不错。刷新的话我觉得没有太大必要，因为我现在魔法不是特别多， BKB 的话还是出冰甲比较稳一点，我觉得还是出冰甲。哎，刚才鸟上我是看见一把暗面，不知道是谁出的。这一局我们那个 Morphe 火女打得非常亮。I am ready. Another round. I'll give it a shot. 然后全能骑士那个技能也很到位，都打得非常漂亮。我觉得拉比克的话对团战的作用非常大。现在哎，这边好像是有个红点。哦，他们是一个五人骑 ，CK 分身，这边抓了 OK 自己放了大，这边我直接一个跳大，看看先晕谁。这边打得非常乱，而且都是 BKB， 老路被秒掉，我找一下真的 CK， 在这边我看到了，凤熊猫隐身过去，真的 CK 先吹起来，然后运一下凤凰，然后我的凤熊猫再隐身。再吹一下这个 CK， 然后运一下屠夫，然后时间到了，然后跳过去一个踩带走屠夫，然后等那个 CK 下来了给他一个地冰甲一下，那他们是一个团灭。这样的话这一局应该就离胜利不远了。另外我的店里也有那个DOTA 类的衣服，有喜欢这个大熊猫非常霸气又非常萌的熊猫酒仙，也可以去买一件 T 恤，又便宜，然后质量又好，夏天穿着还是非常的好看的。那这一期恭喜你们战胜屠夫23。这一集就到这里快结束了，那么希望大家能够喜欢，那谢谢大家的收看，然后下期再见，拜拜。哦对了，别忘了看那个 Sky 的那个歌，听 Sky 的歌。
生中点点滴滴已浮现在脑海啊，那些曾经一起笑